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8月22号星期三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呢，恭喜双子座的朋友们。当工作上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有机会换个角度重新思考一番。射手座的朋友们，对于人际关系以及一些未来的规划都有机会重新的出发。水瓶座的朋友们，在职场上透过团队的合作能够共创佳绩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处女座的朋友们，跟伴侣之间可能彼此都有一些这种讲善意的谎言，而没有非常的坦白。牡羊座的朋友们，跟同事之间可能会因为意见不合而有一些争执。这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0，颜色是白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黄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绿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5，颜色是黑色。